感觉像是神道哈，神道应该是讲啊，因为还有些蛮多东西可以讲的，我也不知道那些有没有讲过哎，反正就先讲刚才那一只，吞吐鳕鱼嘛。有，游戏目前比较偏单机一点哦，但是，哎，但是好像没有聊天室，聊天室还没出来。好吧，大家都继续弄下去吧，我也不知道我可以玩到什么时候。反正这个游戏就是这样，其实它走弹射风啊。然后就挂下去吧，我这边就负责讲角色，然后看一下，因为聊天室现在没有嘛。